有些黑心商家靠抄国外的牌子赚盆满钵满，而这些我们自本土的良心国货还有人看不上。金金地，我狠话放在这，不想被割韭菜，双十一你们买它绝对不会失望。林博士水友，我自来水分享过无数遍了，创始人林佩水呢就是玻尿酸业界的大牛。如果你是20出头，经常熬夜喝奶茶还有西文，秋冬怎么补都不到位，我告诉你，直接用它。这瓶净化水里面呢有6种胎，我每天都会用它。干皮拍2层的话，水润到就像敷了片面膜一样，很棒。他急了。乳液里面呢有8种胎，再加上纳米级别的乳化激素，嘘一下就吸收掉了，滋润抗弹抗老，干皮秋冬就稳了。相宜本草的冻干面膜，技术层面代工厂韦博海泰，人家就是专业做冻干粉的，尖子生把冻干面膜了无酒精防腐剂成分更活性的优点发挥的更全面，敏感肌也可以放心使用。成分上看人家的联合研制，主打修护舒缓巴拉巴拉的成分，传统中药再加上现代的技术，皮肤脆弱容易泛红，换季敏感的时候用它真的靠谱。竹本卸妆油，每次讲它呢我都很激动，因为品牌真的有在聆听消费者，一直做迭代。怕油腻糊脸辣眼睛的，试试清欢第4代，质感像水一样清爽。我认为它的清洁力呢是竹本所有系列里面最干净的，除了卸得干净，温和还好混，卸掉你一整天的疲惫。植物精油以油养护，以油油用的道理大家都懂了。王姐博刚的福利和诚意呢也很到位的哈，光21号就卖出了13000份，好东西大家都懂。金日堂眼霜这个牌子真的只要柔光这样心机都200多岁了，专业背书和科研有多强，直接看度量。它的成分用呢真的太实在了，直接标在包装上，乙酰基硫钛干巴搭配9肽、10肽、3肽协同增效，抗老给你一把子抗到位。高浓度的0.4%视黄醇配合了以下这些温和成分，降低了 A 醇的刺激性，你能想到的眼周问题它都给你照顾到了。用眼霜最怕的是什么？就是长脂肪粒和太油腻。这个是冰淇淋的质地，抹开就直接化水了。我直播间持续卖出了30000份，反馈都不错，就是它的包装一般又不搞营销，我作为一个老广州人是真心觉得好用才分享给你们的。我真心希望我们的良心国货都被所有人知道，也欢迎更多有实力的国货和我合作。跟到后面翻盘给他们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am 天浩，这里是我 YouTube 唯一官方频道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，请大家多多订阅我的频道，并多多点赞分享我的视频，不要忘了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最新的美妆 tips 啦。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。